Hello，大家好，欢迎回来 UP 主的频道。那么呢，今天呢，给大家分享的是如何快速的获得全套的突袭者。UP 主用几分钟的时间呢，就收集了全套的突袭者。对的，没错啊，这次呢，开发组把全境一的突袭者呢，改动了一下，就搬到全境二上面了。那么呢，至于这个装备组呢，强不强，效果怎么样，UP 主也会抓紧时间去研究、去制作视频的。那么呢，大家可以关注我，订阅我的频道，就可以第一时间呢，获取全境二第二年的最新攻略了。好的，那么呢，咱们直接开始。首先呢，你需要一位还没有买第二年机票，也就是纽约军阀的朋友。那么呢，让他邀请你这个四十级的进来。我现在是借了朋友的账号来演示的。那么呢，当我邀请了四十级的朋友进小队了之后呢，我就可以退游戏了，然后我就切回我的号了。那么呢，接下来呢，我要加入刚刚那位四十级的朋友的小队。当你进小队了之后呢，你就可以叫你刚刚那位朋友呢开英雄难度的林肯纪念堂。现在呢，我们所处的世界呢是刚刚那位还没有买第二年机票朋友的世界，也就是30级的世界。我们拿40级的装备去打30级的敌人，你可以看到我立马就获得了40级的突袭者的护膝。对的，没错，即使你在30级的世界，但是敌人掉落的物品呢还是40级的。你可以看到我现在又获得了一个突袭者的手套。然后呢，我从这里跳了下去啊，把前面这个位敌人击杀了之后呢，又掉了一个突袭者的装备。是不是很快？是不是非常的幸运呢？我就是这样开局就获得了4件突袭者。当然了，属性如果不好的话，还得继续刷。那么呢，除此之外，还有另外一种方式获得突袭者。那就是到暗区买，当然了，这个价格太贵了，买不起，所以说我就没有买了。总的来说呢，你就是需要一个还没有买 DLC 的朋友卡30级的世界。那么呢，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，感谢大家的收看，喜欢的话不妨点个赞加个订阅哦。那么呢，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